勇士队这边张宗宪、林志杰、蔡文成，哇哦，这个三老三宝搭配强森还有赛瑟夫，这是强森、赛瑟夫两位七尺长人在季后赛的首度携手亮相。白耀城搭配李家康、张镇阳、艾尔斯还有 Washburn， 把他锁紧一点、啊。小白在乱局当中，哦，这个小球找到了 Washburn。对，所以在上一场就是好，看看有没有快攻机会，张镇阳。第二线的防守之后，球交到禁区，瓦选一个转身的勾射，有他连得了四分。哇，这个开局呢，他们在，这是一个失误，前场有快攻的机会，小白一个人跑在前面，蛮客气的，再交给加宽上篮，6-0啊。哦，三分对领航员来说是四队最低的，而且跟其他队差距非常的大。张宗宪的后仰出手有了，勇士队第一个 field goal， 下达一个区域的一个防守变阵。地板球再给 Washburn， 绕过篮筐做掩护。哦，小白们比较不会在修空的去做埋伏哦。嗯 ，Kick out 志杰给小夫接到禁区来一个抛投。上场前两战分别是14分跟13分，表现算中规中矩，并没有爆量演出。哇，爱的弓箭手。在前面几场比赛，其实徐总呢并没有把三宝，就是三位老将同时摆在先发的场上。强森五投零中之后的第一个 field goal， 那让第二个梯队能够准备好，就是要让你们这个组合去做处理。好，这个传球相当到位，林志杰来了个 M1 张镇阳犯规。哇，谁说非常好，包括快攻的转换，以及在半场找到修 corner 的机会，外线的投射，说到外线，张镇阳选秀状元来了。野兽叫强森过来做掩护，差点被包夹，再回给强森，再大打小。哇，这个好 ，Washburn 单节已经拿下了8分，两个转移球，加康没有人看守，大家抓进李加康了吗？不可能。哇，但底线的镇阳是空档，上一球也是两个都是射手啊。加康在这个系列赛的第一个三分球，不过对方的。在暂停之后都是人盯人的防守，这个球转身之后 Watchman 轻松放进。好 Watch， 野兽这个加速进去再进哦，吼吼，哦，这个补防的位快攻的插板呢为他得到5分，21-18，卢俊祥的三分外线也是空心球 ，nothing but net。慢，好，这个 high low 的配合球又送到禁区，大打小。哇，桂宇，戴瑟夫掩护之后接球，好，对方的夹击之后送给祥军投三分。快攻时，哦，又一个控球是林振。这个超节反而是变成3-1的机会，卢俊祥得分，失而复得。林振在积极去把这个球权要回来。200公分的长人腰杆子倒是蛮弯、蛮柔软的。耶杀，林志杰。Washburn有点生气，一个还在后场，但是也是因为他没有回防，现在得到直接投篮的机会。Thank you very much， 小白助攻。现在投射的力道大，快攻球交给祥军，哇哦，这是一个有难度的出手哦，哇，这下滑的一个中锋哦，所以他在外围的投射手感确实是比较好，但是在内线的攻势确实是没有办法让有些麻烦了。对，这边是简廷照投进了，一手感觉变少了，现在同样是两位洋将在场上，卢俊祥的前路被强森盖过，他比较有自主进攻的能力，我们也展现得出来，所以。哦，这个假动作骗起了强森，挑战篮筐，但怎么样在头跟传之间去做拿捏，这就必须他要去选择。哇，杰哥，杰哥的切入上来，那今天是有水准哦，好像还被绊了一下。施静瑶这个小球给的漂亮啊 ，Washburn 终于在禁区贴住野兽。哦，两个人的身体有非常多的碰撞。三分线接球，立刻出手，守不住啊！哇，对啊，对，太过贴身，有的时候其实也会让防守者很被动。哦，中线
突然拔起的中距离。哇 ，Watchman 再帮俊翔做一个掩护，再回给他，有点危险。转移到丁恩迪的手上，底线空心球。第二个 field goal。Lopez 强森也是个 fade away。哦，两边的长没有连续动作，当然因为团犯现在在第二次了，所以就没有上罚球线机会。这个 A1 应该有了吧？哈哈。丁恩迪这边没机会，曾祥军站前防守。时间还有，瓦斯本到禁区，这两分轻松拿。啊，瓦斯本台湾来讲是压力非常大的，从六分落后现在追平比数。祥军，今天不能放他的外线啊！哇，现在这个能够去单换戴瑟夫哦，小夫，这个勾射有哦，潇洒。可惜 Washburn 哇，很少看到 Andy 这样的切入哦。我回过头来，他防守曾祥军就有难度了。哦，祥军今天，如果林志杰没换下去的话，他就是半场就打二十分钟。是。好 ，Lopez Washburn 转进球，哇！只要有空间 ，Washburn 的低位，哇！这个换防没有交代清楚哦，哇！野兽这个机会很大，篮板球拨一下，林志杰再拿到，哨一响 ，and one， 哇！林志杰发出了他年少时期的怒吼啊！真的太怀念了，哇！很怀念了这个握拳的动作，哇！这个挥拳加上这个怒吼，真的画面真的要重播好几次啊！对，感觉是他在 SBL 的招牌动作啊！哇！虽然说跳不起来，但是还是可以吼一下吧！哇！这个太怀念，太怀念了，太怀念了，这个印象。哇，如果真的能够跟前面 SBL 时期的野兽能够有些剪辑的话，这个画面是一模一样啊。哇，赶快我们的 YouTuber 来剪辑一下。篮板球被小夫拨到，还有六秒五秒钟，小白切传再送弧顶位置，卢俊翔。What a buzzer beater！ 俊翔要叫一下，也要红一下才行啊。开赛又把志杰给吊了上来哦。对，上半场已经上了二十分钟了，快无解的球哦，被俊翔一个转身抛进，这也是跟上半场结束时一样的分差。俊翔要来挑战江省哦，他今天有几次的这个节比较迅速，让防守者来不及去做火锅的封阻，感觉是有练过。林志杰的外线为勇士再度送上祝福，全力去做防守了，还是被投进了。个人已经拿下了二十一分，瓦斯本潜入禁区得分。强之间的一个攻击的平衡点必须要拿出来哦。好 ，kick out， 卢俊翔这边是一个完三分球命中，今天他的感觉非常好啊。对，应该还是往 Washburn 这边送哦，再找寻一些机会。哇，没有帮忙的话会比较麻烦啊。Washburn 今天篮下也是把握度非常高啊。对，防守是非常好，你在上半场的防守策略当中是有做一些协防啊。是，十七投十一中。不过强森这边的外线还是。重新要回领先，加康小球再送，小白，一定要把握加康，小白犹豫了一下，再给艾尔斯，哦，领航员团队的第三个单节三分球，66-62，领航员现在有四分的领先，但是中线马上抛两分，哇，加了一个空切，差一点。中线空中 S play 给 Chris Johnson， 在这个出手的这个高度上面会被比较跟黄大的一个高度确实跟志杰差不多的哦，就是已经改善上一场的一个问题哦，在小白去频频去做禁区的破坏，中线连得了四分，在暂停之后，哇哦。好，这个小球给到了 Washburn， 拉杆的守的区域是属于一三的一个区域防守，那在第一线的上面是比较守到靠近中线，哇，
还是挡不住 Washburn 的攻击，也没有什么发挥。老夫切入到禁区，左手插满两分。哦，对于一个长传将军，再送出来。平照的两次外线出手都没进。哇，这直接找篮筐啊！这是四秒钟结束第三节。给平照切左边，好，来个抛投得分。哇哦！所以第三节直接上来就是要把篮板球给保护好、啊。Andy， 哇，尝试一个三分，好进！那两翼的如果说到修 corner 的话，代表 corner 三分就会有空档。嗯，将军的底线还是非常沉稳的、啊。平照，小夫一个假动作切到禁区，这一抛有。哦，文成在这空手切做得非常漂亮哦。艾尔斯拿球就反外线三分球，今天他得分。平照完成空间没有之后，交给小夫外线投射有。文成的切入被艾尔斯打过，俊翔掩护之后终于拉高弧度没有，小白进攻篮板再给俊翔，是一个外线的空档。卢俊翔连续三场系列赛得分，哇，球没投进，哇，杰哥把这篮板球保护下来，哎，竟然没有人防守曾祥军呐、啊，哇，又是洪凯杰传的，对，哇，篮板的保护方面也是非常的好，所以一定要有人想办法在禁区得分了，不能一直投外线。哦，说到禁区，今天最有把握的就是 Washburn， 他回到四分差距，野兽。在三分线外，对方已经倒地了，出手力道大，进攻篮板啊！小白利用林振的掩护切到禁区，祥军 out of nowhere 打他一锅。哇，祥军的防守范围，野兽再把球给抄下来，传到前场，二打一的机会出现，洪凯杰再给张忠宪。哇，又一波，还有凯杰。这个短一球到将军的手上，哇，洪凯杰连续的助攻给对一下，有没有办法再有分数的进账？对，因为在下半场比较多的时间还是在做区域防守、哦。小白今天突破切入修控的有机会就会传啊，在底角再埋伏个射手的话，相对的就比较有机会了。野兽在倒地之前投进了，打的时间是蛮多的。对，那是因为在得分点上面的缺乏，二三二位俊杰的个人秀，那新特利没打了，带领了球队拿下系列赛的第三胜，而且他们即将以3-0啊淘汰领航员，然后晋级到总冠军决赛。哇，相当恭喜富邦哦！那这也是富邦希望看到的，就是三场把它结束掉，让整个休息的时间拉长哦。那在于富邦整个每一场球都有不同的人跳出来，我觉得这个就是完全诠释富邦的这个团队的球风了。没错，哦，卡总当然也是很大方的恭喜林志杰，因为这场比赛的确，他用李家康或甚至黄宏汉一对一来防守林志杰。